飞飞荡去找我，荡去找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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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我工作。老板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刚走出校门，我什么也不懂，花花世界呀，每天工作日子怎么过，一天到晚呀看着天空发呆，左思右想呀，总是想不出来，倒霉的人啊，为的总是我。我找呀找呀找工作，老板换了个又一个，有点淘气还懒惰。你们也别瞧不起人，天干别学谁的头牌，一心一意就能冒出来。成功的人啊，为何不是我？石头城的时装大赛开始报名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要让我男扮女装冒充模特不成吗？哎呀呀，都是什么呀，我这是为了阿娟呐。嗯，她倒是挺爱臭美的，可是这也是个机会嘛，快点把这个消息告诉她，这下你可以做她的策划，出个主意什么的。好吧，大伯你走啊。你走你走，是个运动员的料。什么？想让我去当模特？你不是说我长得难看吗？起码比我好看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至于衣服嘛，对，我们找鹏鹏去。他现在可是大名鼎鼎哎。没问题，他一定会帮助的。可是我行吗？有了自信心什么都行。走，咱们报名去。好的。你好，我想报个名。哦，什么你？啊，不不不不，是他。哦，先把这张表填好。哟，这不是阿娟吗？啊，是咪咪。你也报名参加比赛呀？哎，你们瞧，阿娟都来报名了，我能不凑这个热闹吗？啊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别理他，他最爱挖苦人了。哎，如今的人呐，真是什么都敢比一比。不比怎么见分晓啊？阿娟，走，我们找鹏鹏去。鹏鹏他是最有名的设计师，你们请得起吗？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友谊是可以战胜金钱的。哼，那就走着瞧吧。好了，下一个下一个。该我了该我了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哦，说来就来了。鹏鹏先生。啊，咪咪小姐，快请进请进呢，请进。阿娟他们没来过吧？阿娟，她也要参加时装大赛，说要请你帮忙跟我一争高低呢。她哪是那块料啊，要想跟你比真是不自量力呀。可他们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你能不帮他们来帮我吗？哦，这个要看谁更有诚意了。像你这么好的设计师，当然得物有所值。哎呀，咪咪小姐既聪明又漂亮，我肯定冠军非你莫属了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要是输了多丢人呢。别这么想，只要有勇气站在台上，你就赢了一半了。再有鹏鹏的帮忙，我们肯定会成功的。咪咪的车啊？难道让他捷足先登了？不过没关系，鹏鹏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啊，那好，咪咪小姐你走好啊。啊，菲菲和阿娟好久不见，有何贵干呢？我们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那尽管说，我一定效劳。我想请你给阿娟设计一套服装，参加比赛用。这可是我答应了咪咪小姐了。虽然她有钱，可是看在我们朋友的份儿。哎呦，这哪是钱的问题呀？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总得讲个信用吧。那好吧。啊，那就再见了。阿娟，你去哪儿？既然咪咪已经请到了鹏鹏，她肯定会赢的，所以我想我还是退出比赛好了。
我们可以找包包大叔，彭彭的手艺就是跟他学的。可是我听说他的服装店都快开不下去了。那也得先去看看再说呀，走吧。啊。包包大叔，包包大叔在吗？请进，是谁找我呀？是我，菲菲，想请您帮个忙。请我帮忙？是啊，想请您给阿娟设计一套服装，参加时装大赛。时装大赛？我包包获得服装设计大奖，那是十年前的事了，现在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可是我认为您的手工精细，设计大方。对，谁也比不过您呢。别说了。我们再想办法给您找些资料。好，就借这次机会咱们共同努力吧，怎么样？太棒了，谢谢包包大叔。我这些资料对我老包还是挺有启发的。阿娟，你看我画完了。啊，你的创意，哎，没想到你也是设计大师。喏，你看，是我临摹的。哦，你又拿我开玩笑。哎，依我看，菲菲以前要是学了美术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设计师啊。大叔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们帮个忙，瞧这个洋娃娃有没有参考价值，仔细看看，不错吧？哇，阿叔也懂服装。阿娟，别这么说，他也是想帮助我们呀。这个师傅费了好大劲儿才从人家那儿偷啊借来的。阿叔，我们已经给包包大叔送去了最新的服装资料，他肯定能设计出最好的时装。哇，太好了，我希望阿娟能获得冠军，这样包包也就可以东山再起啊。太好了。耶。我彭彭一定要搞出一个举世惊作。哎呦，阿娟，你快点啊，我们都等不及了。来了来了，你们看好看吗？你们倒是说话呀。啊，怎么有点像难道不行啊？我是把最好看的东西全集中到一起了呀。做工美的说，可是没关系的，大叔，离比赛还有几天呢，我们一定能成功。哦，看来我要让他们失望了。就剩下三天的时间。哎呀，这个老包啊，东抄西抄的，那谁不会呀？一点创新都没有。可是他的做工真不错耶。哎呀，可这是时装大赛呀，比的是设计，不是做工啊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好不好？是这个样子啊。不知包老头有何进展，我再去看一看。啊，好啊，快起来快起来，还睡懒觉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太漂亮了。好啊好啊，胜券在握了，先复印一张给菲菲一个惊喜啊。包包大叔，对不起，休息吧。这些布料都是全城独一无二的，只是这价格嘛。钱不是问题，只要能获得冠军，我还要给你追加奖赏。那当然当然了。哟，这不是阿鼠吗？你的忙帮得怎么样？不会打退堂鼓了吧？他竟如此的崇拜包老头，他可是庞庞的师傅。哎呀，不行就是不行。胡说八道，看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别看别看，看你眼里就拔不出来了。没时间搭理他，我们走吧，彭彭。好的好的。嘿，我还没时间理你呢。想不到这老家伙有两下子啊。哎
呀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路上堵车，是人安排你们最后一个出场了，你们坐到观众席的第二排八号去，快，这交给我吧。把服装看管好，菲菲，放心吧，你们也要抓紧时间了。好的，先把衣服拿出来，我要熨一下。可是我还没化妆呢。包包老师，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。各位朋友，石头城著名的时装设计师鹏鹏特此为本次大赛设计了作品，下面有请蜜小姐。太好了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下一个就是你们上场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啊，菲菲，哎呀，糟了，咪咪穿的服装跟咱们的一样啊。啊，一样。那一模一样，你听着掌声啊。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谁泄露了秘密呀。糟糕，你懂。哎呀，快把这个。哎呀，糟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哎呀，糟糕。我有办法。有办法。最后参赛的是老设计师包包，由阿娟小姐表演，有请阿娟小姐上场。包老师，这下就看你了。前胸和后背都有开口，太完美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连抄都没抄对。和现代融为一体的包包侠。